这块闪闪发光的石头呀。看，熊大是星星，熊二呢是月亮，妈妈是这块石头，会一直守护着你们。爸爸，熊大，妈妈还会回来吗？如果她真的回来了，俺一定要好好问她，当年为啥要离开俺们。你妈妈的离开，妈妈，也许跟铁甲怪有关。给我把他带回来。小二小心。不是在做梦吧？危险！真的是妈妈！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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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好厉害！我不是你妈。俺有礼物要送给你。不是咱妈，你没看见她是白毛吗？妈妈，闪闪发光的石头，我研究了它这么多年。快走！原来所有的秘密都在这里。只要你在他们身边，你的两个孩子就永远不会安全。妈妈不能让你去冒险。妈妈的小野熊，爸爸，他不是小野熊，他是我的孩子。狗熊林第一猛男来也。小洛，你没事吧？